台商断桨案到底是不是自导自演？现在胡其阳正在召开记者会说明，来看看现场最新情形。那个差不多3000多新台币，然后我背的包包里面还有2000人民币。吴先生，你刚才对钱记忆的这么深刻哦，那为什么被剁的那一瞬间都完全没有感觉？因为大概是钝攻击啊。啊，因为轻轻轻没有昏倒，因为太紧张啊，那攻击啊，所以讲我一段时间啊，因为他作案的时间啊很短，所以在这个里面我没有什么都没有记。那时候大概是晚上几点？在晚上7点。按什么？按的、啊、按。歹徒的脸你看得出来吗？歹徒他第一个，我稍微。可以认出来啊！如果他有逮到歹徒的话，第一个我去形容一下，我也没有办法形容。他是几岁左右？身高差不多二十多岁左右啦，身高是比我高一点点啦。那